善良，温柔的月光陪我入梦乡，日出在东方，歌声正嘹亮，勇敢的水手梦想在远方。嘿吼嘿吼嘿吼嘿，勇敢的水手快乐的出航。嘿吼嘿吼嘿吼嘿，收获满船舱，温柔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蓝莓姐姐。哎，海苔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啊上厕所玩回来，我本来在看某某这一家，结果我的手机上厕所回来之后就不见了。哎呀，怎么这样？那你不要难过啦。某某这一家真的超好看的，来，你也这一集很不错哦。你知道吗？这一集就是那个海苔哥哥，我演受伤的那一个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受伤之后，然后就哇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哦，也很好笑哎，看完心情会很好哦。海苔哥哥。你知道这是谁的手机吗？哦，我刚刚就经过了一张桌子，然后刚好在放这一集，所以我就拿起来了。我不知道是谁的。这一只是我的手机了，我刚刚就在看这一集，放在我的桌上，你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拿走我的手机，你这样是偷窃的行为哦。哎，海苔哥哥，我最好心了，不会偷别人的东西的啦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是你的手机，我只想跟你分享嘛，你不要生气啦。好啦，你这样是不好的示范哎。不然这样好了，蓝莓姐姐呢来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跟偷窃有关的。那我们赶快来听故事吧。好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小偷，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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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座好漂亮的大别墅哦，别墅的上面呢挂着一串叮，好美的铃铛。哇，这么美的铃铛哎！哎呦，要是我把它偷回去布置在我们家，那一定很漂亮。所以啊，小偷就心想着要把这个铃铛给偷回家布置在家里。可是呢，正当他要偷的时候，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，呼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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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，怎么会突然响啦？哎呦，不行！要是被这个主人听到铃铛响了，他就知道我要来偷他们家的铃铛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该怎么办啊？小偷他就觉得非常的苦恼，他就开始左思右想，前思后想，上思下想。突然间，蓝莓姐姐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，这个小偷呢，很聪明哦。哦，怎么了？他想到什么？他想到一个超级好的方法。哦，怎么样？曼心，你有没有卫生纸可以借我？有。有，真的假的？哦，那可以。哦，真的有哎。好好。这小偷到底要做什么啊？哇！一二三四五。曼心。好像只有一边不够，你该不会有第二张吧？有，真的假的？变！哇，你太厉害了！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魔术师。哎，小，
海苔哥哥。一二三，你听得到吗，海苔哥哥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古星云。你太小声了啦，这样我听不见。你大声一点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古星云。嗯，很好，我听不见。小朋友，你们看，小偷啊，他把他的耳朵塞起来了。你们觉得这样子问题就解决了吗？没有。没错，小偷啊，以为说他把他的耳朵塞起来，他听不到别人的声音，别人就听不到他的声音，所以啊，他就准备要去偷这个铃铛。我好聪明啊，这样子把耳朵捂起来，就听不到叮当的声音，这样别人就不会发现我啦。什么什么？我的铃铛响得好大声，有小偷把我的铃铛偷走了！小偷，你给我站住！小偷，小偷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会发现？啊，铃铛响得那么大声，我当然会发现啊！可是我把耳朵捂起来了，照理讲应该不会听到铃铛的声音啊！可是我又没有把我的耳朵捂起来，等着我的铃铛被偷啊！天啊，被发现了！走，跟我一起去警察局。这就是掩耳盗铃的故事。等一下，我一开始还以为这小偷很聪明呢，把自己耳朵塞住，但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，根本就会被别人发现，好不好？海苔哥哥，重点不是这里啦，重点其实是呢，你刚刚啊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拿走我的手机，就像故事里面的小偷，他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就偷走了他的铃铛，这样啊都是属于偷窃的行为，是不好的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一时忘记问你了嘛。我相信有些小朋友一定呢也会发生这样不小心的事情哦。不信我来问问看，你们有没有曾经别人可能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拿走你的东西，有的请举手。哦，哇，这么多。好，曼西你先说。妈妈，就是上次去店家买东西，然后买完东西，因为他是骑车，他就先把钥匙放，然后他把东西拿回车上放的时候，他就看，哎，我忘记拿钥匙，他跑回去拿的时候，钥匙就不见了。啊，那钥匙跑去哪里了？就被一个男生偷走，然后我们到处问店家他家在哪里，最后去他们家要才要回来。居然把钥匙偷走，还没有拿去警察局，是拿回家里，这样是不对的行为。嗯，幸好后来有找到。那还有谁要分享的？哦，那云心你说说看。我有一个笔记本放在抽屉，然后有一个男生就从我抽屉拿出我的那个笔记本，没有跟我说，这样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把东西拿走，这样是很不好的行为耶。那我相信呢，小朋友一定不是故意的啦。对啊，但是呢，小朋友一定要记住，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把人家东西拿走的时候啊，那个主人可能会觉得很紧张，对他来说那个东西或许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呢，小朋友我们都一定要避免偷窃的行为哦。好，那今天的故事好不好听呢？好听，下次再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来听故事吧，拜拜。风吹，夕阳像火花。如果我有一个翅膀，我要到天空看看，让蓝绵绵的白云摸摸我的脸庞。如果我有一个翅膀，我要像流星一样，从天空溜啊溜啊溜到我温暖的家。猜一猜白云想说些什么话，今天像幸运草花瓣，太阳就好像送冰一样香喷喷。
片棉花糖。天空是个游乐场，魔术师的游乐场，白天夜晚不停的变化。太阳和月亮最爱玩着捉迷藏，蓝蓝的天开了好多白色的翅膀，微微风吹，跟着风飞翔。蓝蓝的天，星星夏天最爱的翅膀，微微风吹，夕阳像火花。想说些什么话，今天像幸运草花瓣，太阳就好像松饼一样香喷喷，暖洋洋。猜一猜白云今天什么形状，是星星还是螺旋桨。风一吹小狗汪汪，风一吹变成绵羊，风一吹变棉花糖。天空是个游乐场，魔术师的游乐场，白天夜晚不停的变化。太阳和月亮最爱玩着捉迷藏，蓝蓝的天开了好多白色的翅膀，微微风吹，跟着风飞翔。蓝蓝的天，星星夏天最爱的翅膀，微微风吹，夕阳像火花。如果我有一个翅膀，我要到天空看看，让蓝绵绵的白云摸摸我的脸庞。如果我有一个翅膀，我要像流星一样，从天空溜啊溜啊溜到我温暖的家。蓝蓝的天开了好多白色的翅膀，微微风吹，跟着风飞翔。蓝蓝的天，星星夏天最爱翅膀，微微风吹，夕阳像火花。蓝蓝的天开了好多白色的翅膀，微微风吹，跟着风飞翔。蓝蓝的天，星星夏天最爱的翅膀，微微风吹，夕阳像火花。一起学跳舞。大家好，我是甜甜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树哥哥。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这首《太空宇宙》。现在跟着大树哥哥还有凯斯一起来学这个动作。预备，开始。把手打开，放肩膀，放胸前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等一下，跟着音乐跳的时候，速度会比较快，所以顺序不要忘记喽。我们再来练习一次，预备，开始。把手打开，放肩膀，放胸前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很好，大家都学会了。那凯斯，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很好，那现在跟着音乐一起来跳一遍。现在跟着甜甜姐姐还有凯斯一起来学这个动作，开始。比自己再一次，转转转转，看一看。嘿，小朋友，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？都学会了吗？还没有学会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来练习一次。凯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跳，准备开始。比自己再一次，转转转转，看一看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帮自己拍拍手。现在我们跟着音乐来跳一遍。我想做
小朋友都学会这支舞蹈了吗？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这首《太空宇宙》。小蜜蜂飞花丛，草儿轻轻花香浓。